讲讲道理好吗？为什么你的事总是排第一？他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，每次我们要出门的时候，突然我们大家都准备好要走了，他就说不好意思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钥匙。那离婚吧。对啊，那你这样也帮他生了四个小孩啦。平常再怎么忙，过年的时候一定都是要空下来。他会把他自己的事业看得比家人还要重要。就是为了你们家哎。那你嫁给他。啊，台湾这个还不要卡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